吼，互我选这个歌吼，就是叫老菩萨拢袂晓唱。哦，哦，安尼啦，哦。嗯。啊，这个古路的朦胧呢，有两主题，就是讲人生的愿望。哦。心灵之爱。有默契啦，唔免交代就自动发布啊。人生命百年，功名真正短，怎可以白白浪费时间来讨债？烟楼下两道名声，美名传万世。
前买车你甲看，哦，你看，名老人家伊的精神，留予咱这世世吼效法。哦，俄老千人五大牺牲，前辈子的一切牺牲奉献，因行一世人行过来，哦，无所求啊，没有求什么，哦，但是喏，放下肉体，灵性回天啊，回天了之啊，是不是？这才有简单呢，哦，这些是咱今仔咱做人爱做的呢，你有做？哦，你都有福的家呢，无做是无呢。哦，那做好人是好人家呢。哦，啊，那做歹人呢，做甲足歹呢，你说啥物家？啊？啥物家？破家。啊？失家失家。破家。无枉费爸母生咱这个有用的身体，你甲看，咱今日立信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献父母，孝子忠。咱咧做立信行道的代志，迄真正大孝咧。哦，你讲啊，身体够好哦，哦，堪毁伤哦，孝是死也。修好的啦，哦，安尼，所以吼、哦，咱是大人，我咱这个身躯爱好好啊利用，利用这个家体照家修真，哦，予咱的是大人会当利用长庚，会当回天啊，无甲这边，你大陆，大陆有一个所在嘛是妈祖庙的所在。那个所在叫做啥？福建莆田。梅州。好，梅州。梅州妈祖。啊，梅州，我较嘛唔知我梅州去过。伫莆田，迄、那个福建莆田遐就是。哦，然后爱伫迄个莆田迄个所在坐船啊，坐入去，坐小只入去，迄个岛叫做梅州岛。嗯。就到去了，哇！一尊足悬的妈祖婆向对台湾。哦，向你拜拜。哦，哦，啊，迄庙哦，野大，野大金，足庄严。哦，你参观迄个庙，其中内底有哪有一间？哦，一间庙内底是佛祭着妈祖婆的爸爸妈妈。嗯。你甲看卖，是大人呢？哦。你看妈祖婆修道，因爸爸妈妈滴，你就看看，这就是真正的价值啦。哦，是安尼。哦，无留恋啊！你讲古爱想，爱想想，古早释迦观音看清真经，过去释迦佛、观世菩萨，伊看清了人世间的真相，伊放弃着一种世间的荣华富贵的享受啊。修行，选择修行这件代志，救度众生，互兄弟姊妹当离苦得乐。你甲看，一个做会当做皇子，以后当做皇帝，一个做皇子，皇帝的祖囝，你会使享受呢？你要啥就有啥呢？你荣华富贵，哦，你看，会使讲能够人足相关。但是你看嘛嘞，哦，伊放弃呢，受苦行呢，啊，佮受着足侪考验呢，哦，但是呢，人成就了菩提心，无留恋世间种种虚花幻影，就是这。我们不要留恋这个世间的种种的虚花幻影，世间是虚幻的，是这样。太太归心去了。我足艰苦，但是阮太太大哥大姑啊，甲我讲一句：人已经烧去了，还要得等。
哦，迄、那个啊，咱到底四十几单，哦，迄、那个人讲能够亲爱的人，他的肉体烧掉了，袂当得等。迄句话安尼，从佛法的心门外，哦，切断。所以哈、哦，我们要发挥生命的光辉，嗯，不会修破坏时间，就是讲咱来破坏什么时间？哦，啊，时间到了，哦，虽然讲要第二趴，但是哈、哦，时间啊无准啊，以后有机会啊，大家再来互相学习，哦啊，这个不错啦哈，诶、哦，啊本来安尼吼，动作安尼。十一点半就结束，哦，也欢喜就要落台啊。无疑无讲，还够十分钟，哦，啊，接着这个啊，继续歌，哦，啊，大家互相来学习啦，吼、哦，互相体悟。好，或许就报告到此啊，感谢各位。现在零点是十分前到，多不问到提供再来邀请掌声。